位于拉苏纳斯大道上的亚凯迪亚 Griffin Newtownholm 社区17道崭新的住宅对外开放。房产经纪人方家璇介绍，这17套房有4种户型，两房2点5浴共3套，面积为1265到1458尺，价格在69.6万元到77.5万元。三房两浴只有一套，面积为1596尺，价格为85万元。四房三点五浴共9套，面积为2038尺，价格为102.5万到115万元。四房三点五浴共4套，面积为2205尺，价格为106万到108.5万元。17套新房为三层结构，第一层有两个车位的车库，第二层是客厅及厨房，第三层是卧室。雅凯迪亚这座城市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之一，这里有良好的学区、医院、大型的购物商场、孔雀园、植物园，是南加州最具投资价值的热门地区之一。特别有一个 surprise 出来给大众啊 all the citizens， 因为它的盖法建造跟各方面都可能大家没有真的在 Acadia 看过，特别是用这个价位出来，然后设计都是特别的，然后我们还特别配了家具然后它很宽容，因为它有从两个房间到四个房间当中还有一个独立屋，然后我们特别设计到这个 association fee 呀，不会人家觉得很贵，非常的中容，然后希望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能够购买从两个房间到四个房间，设计是非常非常的华美，然后也有现代化，但是我们也不会离开 Acadia 这种有一点点的 traditional 的印象。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